昨天背来这一天都在从我拿到剧本的第一刻就不是在背而是在详细详细这个念念变成逻辑但是我想一会儿下一场啊哥杀青素含量0.7%乘以0.5%7%乘以5%你告诉我实打实的含量应该是多少你说多少呀、啊好你不用说了好我从你们的平台远一点点啊在我们旁边一点点在我旁边一点含有虾青素成分0.2%你到时候看吧含有0.7%成分在哪里好虾青素可是我拿到这个成分我拿到成品以后里面虾青素的含量低得可怜我从贵平难道你们完全不像你们宣传的贵平台难道就是有雇佣用户来生存你们做了一个噱头里面能有什么糖纸类还有什么绞杀丸杀绞丸是要绞杀丸绞杀丸还有绞杀丸最多就是保持清楚仅此但是你们是以含有虾青素能抗氧化来做的宣传这就是欺骗消费者所以这个